工挖不出来怎么办？挖不出来就叫钩机来哦。老头子像是请不起钩机的人吗？是吧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干他！你拉手你。这里一窝蜜蜂刚来的哈，这里要倒石头，然后给它收回去。不收的话，这窝蜜蜂的话也是要被抄家的哦。所以这个抄家的活，今天就给它干掉它哈、哦。应该是刚来的。小心一点吧。打毛了，他没死吗？要没用了。好家伙！你该煮了，你叫他该忙一点，再走。就是公路木啊，楼下楼面。蜜蜂挖不出来怎么办？挖不出来就叫钩机来哦。老头子像是请不起钩机的人吗？是吧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干他！完蛋！这个纸皮泡水不好吃的，没那样的，那抢食哎！哇，这一窝挺漂亮的哦。野猪，这个很漂亮。那好什么拿货呢？那老又那样的，又好久的。最少有十两斤了。刚刚这个多少？哦，这个泡酒就厉害啊！嗯。还没搞呢，就想泡了，泡酒了啦。哦，没命啊！泡不很久嘿。阿弟，该被卖到这干嘛？这窝蜜蜂的面子算是给足他的了哈。那个大家伙上场的啊，嗯，已经给足他面子了。哇，都是粉跟纸皮，全部都是纸皮。哇塞，这个又干净啊。嗯，这漂亮漂亮。这个泡酒一流的，又是花粉又是纸皮。嗯，没糖的。没糖。没糖的。没糖的不是梅林的，是没糖的。是拿来，黄酒不好泡，要泡白酒。哦，哎，轻轻松松就把它给干了哦。嗯，太漂亮了。哇，有一点点面，你看这上面有一点点。点点，来一口。等一下，上面顶上那里应该有一点点，还是够吃一壶的。也不会说什么，说个毛，说个毛先。喂喂喂，断了！来，恭喜老板来。有蜜有蜜，先尝一口。先给你尝了，小心哦，你这么拿这里。就这一点啊？那一点，那一点，等一下不喝水都不行。不能喝茶哦，等一下。小心手啊，不要割到它。嗯嗯，哎呀，那个风。Beautiful。
这个纸皮来，这个纸皮非常漂亮哦，非常漂亮的，原装正版的，第一次的。嗯。你看我有品店了。我财务。啊，你就自己干掉了，要不要？你吃完你跟我说要不要？还有还有还有，没有那产品没？啊，产品没？没产品，你用个木马通。嗯，忙个忙个马通。你买电线啊？嗯。有好像，你们看木的。嗯，看木的。还有一点。好，来烧了，起起水了的呀。那是怎么样？那年后的来啊！尊敬的师傅，足够了。看看看，看好些呗。好些，要么投资了呗。我先聊个看，淘汰过去年先了嘞。赶紧买，赶紧的，赶紧都甩了呀！我算了，啊，跳不跳呢？嗯，跳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房子多少？哎，螺丝男子嘛，都做马销了哦。冇啊，酷矮嘞，冇。等下，现在动不点点的，一动不点点的，哎呦，捆到啊！哇，吓死！冇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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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动。基本上系直。没灭啊。基本上不是直。嗯。嗯。捆到上去。喂，这个谁要吃花粉的？这个可以啊。花粉很香的，来，花粉很香的，不要客气呀。问题的呀，干嘛呀？你上上，该那都直聊，上上出个。那娘哎，该用我一个脚去，来很久，很久很久。可以。好。嗯。很香的那个粉。怎么样？来尝个看松松。哦，来就到位了。有蜜，有蜜的。大了还是老呀？有蜜的。没来带，没来带。蜜呀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走。哎呦喂！分一分嘞，分一分。再看一下嘛，你。哎呦，太香！香不香啊？高还是有一点点蜜的啊、哦嗯，一点点蜜。那种好吃。那个粉很好吃，很香的。开发粉，那么多人想要最好哎，还有来啥么吃到没有？嗯，啊？干嘛？干。嗯，上官啊，老爷，你阿妹，老爷本本地叫咩？咱咱擂台都，咩？是下头群主来叫买麦嘅，麦嘅，麦嘅，麦嘅麦。嗯。还有吗？有咩？冇痛啊，冇。冇麻痛，先嚟话巴适，诶，佢都冇痛，冇有麻痛。这个碰碰啊！啊，这一点点的呀，老板娘你要不要？你要戴帽子就算了吧，哈。我不要了，你吃的吧。我也不吃了，那个懒得戴头帽子，基本上算没有了。不按照惯例了。没惯例可以按照。分一分吗？是不是？鸡蛋，炒鸡蛋。炒鸡蛋。